还好我的剑圣是主 Q 的，他想用积木来 counter 我们。嗨，积木，你以为我是普通攻击型的吗？错，啊错，我们这把德克萨斯木印收集者西兰刀无尽，这老积木抓抓抓。德克萨斯木印收集者无尽，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杀你？来呀、啊、咱俩一换一，打杀漂亮，嘿，上当了。哎呀，上当了。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我在干嘛？我在勾引他呀。谢谢猴哥，别生气了，这俩半卡，谢谢谢谢，不生气啊，生什么气？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等他抠我们，这波没抠我就抠上去了，有下次啊！将会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不过这积木啊还是很烦人的，先吃个药啊。他没有带眼儿，他带的是扫描，我们可以直接上去闪现砍他。怎么生了呢？哎呀，这个生比较烦啊、嗯！升级有小莫快跑了啊！快点来，快点来！不是吓他，他二级刚才能闪，我刚闪过去，他唰升了。挺烦人的，自保。愤怒带来冲动。你为什么这么不怕？我直接出来唰唰两刀，你不没了吗？我这重印。压了，集中起来的意志，可一个皮还两把长剑，眼泪积木，是眼泪积木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那女神之泪这个装备。我会把那东西拿回来的。你看一下去。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念咒让你打一会儿来。一展天机。不用你狂啊，老积木，怎么这里有眼儿啊？掉人是不是积木？能烫死不？二十滴血，主要还是生了。
叫人哦，吉姆。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哎呀，这智盲太烦人了，智盲跟闪避，哎，可烦人了。等他抠了再抠，那万一他一辈子也不抠，我们怎么进他身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坐等胜利的到来。我是那吉姆，我一辈子也不抠，你怎么进我身儿吧？形势先于蛮力。失败了，我内心延续。你还敢抠我？完了！哎呦，跟我亮牌儿啊！跟我亮牌儿！好啊，积木，好积木，你等着啊！我不用你亮牌，我将为你指路。没办法，他搁那要柱，我 A 不着他。刚才跟我要圈儿，我只能先抠了。我们开始。我没想到这积木居然敢亮我的牌，我别的我都想到了。我就没想到他敢亮牌儿。剑刃与肉身，我们就直接抠耗血吧。将会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慢慢来，慢慢来啊。我别的我都想到了，我就没想到你敢在我这亮牌儿，积木。我都想到了。不要被骄傲。哎！哎！没事，齐亚娜交闪了。可以接受，交闪现了啊！不看信号，看信号，我寻就一个阿木木呢，我寻思只有一个阿木木过来，我这倒无所谓。谁知道齐亚娜来的？因为我杀完他以后五层塔皮，我一层不吃，好亏呀！你说你把人杀了，这波你能吃三层，你能一直也不吃吗？你说恶心不？是不恶心？那能不吃吗？是个正常人，他也得吃啊。集中起来的意志，趁机穿顽石。我就没想到你敢在我这亮牌儿，积木啊！别的我都想到了，你还敢先放智盲？
是打鼻。做过了吗？绝对不要坐等胜利的到来。那少打鼻少多少钱？这160/160这不香啊。这不德克萨斯木印了吗？来，积木，给我跑来！这个 Q 闪属实是有点膈应人了啊！哎，为啥没 Q 出去呀？他的 Q 的距离比我 Q 远。正常他 Q 我那一瞬间我应该能 Q 到他，我没有 Q 出去，要么是距离不够，要么就是我操作失误了，只有这两种情况发生啊。刚才我的操作其实我们杀他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他要么死要么别碰我，来，他在这儿，速度，来，你他妈不是挺饿草丛里边挺能蹲的吗？你给我蹲来！哎呀，别急，着急上啊！别死了啊，兄弟！来吧！他拿下700，今天你们都别想好了啊！你敢让我拿人头？老积木，我们开始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让你自盲我，我让你自盲我，你别想好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他在那儿，他在那儿蹲，他在那儿不动。我今天必须得不让你好受了。真正的大师，自盲吗？我先出个水银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捍卫你自己。哎呦，我把他打躲了！快快快快快，钢铃！死个样！哎，闪电了！回头杀吧，跑肯定是跑不了了。
人太多了，这么老些人。无极剑圣20秒重生，怎么的了呢？没关系，小问题。我之所以现在能8-6，能死这么多把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皮肤不行。等会儿钱啊！你觉得水银鞋比较好？不行，水银鞋一点攻速也没有，剑圣没攻速，就跟那个就跟那个残疾人似的呢。我将为你指路。不行，那剑圣没攻速，太慢了。给我干的来，最强大的。又是你狂想曲咖喱哦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都得给我死，今天谁也忙不了。先来个水银弯刀啊，水银弯刀90秒，行。续印没格了，西兰刀不要了吧？曹风砍，女警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辅助。说了跟我走，跟我走，不信，往我身上上啊！嘲讽呢？这个阿木木，打个蓝 buff， 开始吧。真的，我就西兰刀不要了吧，上我身啊，加攻击力，跟你来一波1v5。五啊，上波身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快点上我身。击穿顽石，他俩双排的，双排的你不也得看谁赢吗？这是我媳妇儿，妈了个巴子的，将会是一个惨烈的朋友。靠！剑，一刀两刀，水银没摁，真是个傻逼。
知道为啥水银没摁吗？因为在我脑回路里边吧，我就一直想解那个积木的智盲，别的人吧，别的东西，别的技能，我都没想起来。但是不对，先打个红。不是反应慢，现在我们先想一下，谁的大招，谁的技能能用水银给解掉？首先，积木的致盲减速，啊，木木的 Q 跟 R， 女警接拉，嘿，哎，唰唰唰。我想问问还有没有人给我出来来。哦，这波其实可以不死，我们跑好了。我为什么要拆塔呢？哎，我说实话啊，这个咖喱奥能上大分，他的这个游戏理解是可以。你老婆真棒，不要老搞黄色，怎么回事？我来了！唰唰唰，都给我死了！没拿到五杀呀，我们得要波五杀哈！对，我们得要个五杀呢，还得。先回家买个无尽去，看看对面护甲高不高。对面如果要出沙漏的话，我们可以出那个青雨，暴击青雨，先来个暴击青雨吧。嗯，多米尼克领主的意志，借你老婆一用。我来个五杀，我们开始吧。哦，你好。来，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主要是看对面人搁哪啊。我们现在在到处找人，那齐亚娜不回家的话，这也没法杀呀。这齐亚娜也不回家呀，耗着死了，耗着。没事，等一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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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这等啊。不回家怎么办啊？不给机会呀！他回家了，他回家了，兄弟们，他回家了！马上我们要拿个五杀，注意看啊，不要眨眼。来，不要眨眼，来，不要眨眼，来，不要眨眼啊，不要眨眼。什么叫五杀？注意看啊。好，不要眨眼，注意看啊。
量。Enemy double kill。水银不能解击飞，水银，刚才水银没办法解击飞呀。可以眨眼了吗？可以眨眼了，可以眨眼了。杰拉伤害有点高啊。还是得他们先上，给我来点残血。我自己一个人上，我的吸血不够。杀杀杀杀杀！可以上，就杀这阿木木。一刀。来吧，还想来那招 Q 闪，不行，拿不到了。没有五杀，失败了。